华阳买的货到底有多垃圾？要论早茶谁牛逼，大家一起来早茶。哈喽大家，我是小亮哈。大家一提到这个华阳美啊，很多人感觉我操，这里的机除了这个山寨机，又是这个维修机，又是药剂的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拼无限这个鞋哈，咱准备去华阳美试台这个 XS Max 每把256G 的，然后呢跟老板提前说好，我要的机器必须全无修，我晚上回去挨个都要拆检测的，但凡是有一个维修的，我明天立马来找你退货，我就看看十台机里面到底能有多少台。 Go。给我年后跳十台那个 XS Max， 然后我要的是那种全部都是原装的，就是没有拆修的啊。先跟你说好，如果说机器，如果说我拿回去拆开看，如果说有修过的，我第二天来找你换的。十台。看一下这个 XS Max， 256G 的，都是全岩的啊。什么价？245。十台给你打包了，24。可以吧？看一下机器，看一下机器外观啊，整体非常的亮。这笔货2400，看一下打包的价格。量充的标准，看一下这种电池寿命哈，基本上挑一挑都是这种，就是90左右的，像真正的网上说那些什么100的，哪有那么多100的？挑来这种七台啊，只挑来这种七台，这种的不到90的，90左右的，啊。然后呢，大姐呢这边还有这种有电子镐的，电子镐的这种寿命要贵100块钱，所以再挑几台这个电子镐的去凑一下，凑十台。看下这种呢，就电池寿命就比较高了，197、99的，外观也是非常的好。现在市场呢已经下班了，今天呢用心挑了这十台XS Max 哈，然后呢准备拿回店里面挨个拆机看。预知后事如何，请来看明天的视频，明天的拆机视频。